顶尖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二上来，这个二上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那我们看第一宫哈，这边有一三上来，这边有一三上来，好没有？那这边就是一三啊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那这个就是什么六？因为刚刚这个是一三嘛，哦 ，OK。再来呢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六？那我们到 A 属力是往下，是什么配？三六配，三六配哈。这边不能放三，这个就放什么三 ？OK。那再来呢？再来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二？再来呢？这个二上来，这个二下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二？再来呢？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二？再来呢？这个九上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九？那我们到 B1 是往右的，是什么配？九六配，九六配，九六配，九啊，它往右的九六配，九六配哈。B1 呢 ？B1 是什么配？九六配，九六配，九六配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第一行插什么？四五七，这边不能放七，这个不能放七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七。OK， 这个是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四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。OK， 那我们看第四宫差多少？差五八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？它是什么配？五七配，五七配哈。不五八嘛，这边不能放八，这也不能放八，这个就放什么八 ？OK， 再来呢？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放什么二？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四 ？OK。那我们到 B1 是什么配？一四四一哈 ，OK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哈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两个有三。那我们看第二宫哈，这个三上来也是两个有三，所以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不能有三，这个就是什么三啊？用第二宫跟第三宫夹攻第一宫哈，那我们再来呢？我们刚刚说的 B1 是什么？一四配，一四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一 ？OK。那再来呢？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上来，所以这不能有五，这不能有五，这个就是什么五 ？OK。那我们再来看呢？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哈，那这个三上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关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三 ？OK。那 A 属于是往下的是什么配？三六配，三六配，这边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什么六 ？A 属于是往下了，有没有？三六，三六，三六。好，我们呢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过来，所以这不能有一，这也不能有一，这也不能有一，这个就是什么一 ？OK， 那我们到 B1 是哈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九六配了哈。那既然 B1 是九六配，三是多余的，既然三是多余的，表示是什么配？五七五配，七五配哈。那这边哦，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宫哈，这个三杀上来，这个三杀上来哈。那我们知道 B 属力是往，好往左的是什么？三四配，三四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？那这个也放什么四 ？OK。那再来呢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杀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五过来，所以这不能有五，这也不能有五，这也不能有五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？再来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？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
八 ，OK。那我们再来呢？这个巴沙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八？那我们可以知道 A three A two 的哈是八九配八九配哈，是往上的哈八九配哈。那我们再更正一下哈，这个 B three 是三四八八四三哈，三个都一样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八，就放什么三？这就放什么？往左的什么三四八三四八八四三，好，我们进看第六宫差什么六七，这边有六就放什么七，这就放什么六 ，OK。那我们知道 B 属力是什么六五二， 652, 那这边就是什么五， 5, 这边有六就放什么五， 5, 这就放什么六 ，OK。那 B 属力也是什么配七一九哈，那这边有九就放什么七，这就放什么九，那这边有七，这边有七，这边就放什么七，这边有九就放什么一，这就放什么九 ，OK。那我们看第一宫差多少，差二七哈，这边有二就放什么？七，这就放什么二 ，OK。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往上的哈，是什么配？九三配，九三配哈。那这边有三就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三，什么配？九三三九九三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七？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什么配？四七七四，那这边有七就放什么四，这就放什么七 ？OK。那我们知道 A two 是什么配？八九配，八九配哈。那再来这。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哦，那这个六上来，那这边差一个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六 ，OK。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 A two 啊，是往上的哈，八九配八九配哈，好，那这边有九就放什么八。这就放什么九上的哈，是什么配八九九八八九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B two 哦是往什么往左的七九九七，那这边就是什么九往左的哈七九九七九七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A three 呢是二八八二，这个就是什么八。好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？那再来呢 ？B two 是五八配，五八配，这个就是什么八？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一 ？A one 是什么？八一八一一八哈。那再来呢 ？A three 是什么配？七四七四。这边有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，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一 ，OK。那 B two 是什么配？六四四六，那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受益。期间提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书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